喂，听说女孩会给喜欢的人，奇怪的备注索引。快吃饭吧，都给你点好了。哎呦喂，学长怎么这么好呀，还给饭点好了。不是，你跟我客气啥呀？故意的呀。对了，你给我发那图片什么意思呀？我都打不开。我给你发的图片就可有意思一个图片了。但是真打不开呀。不是，那我帮你看看吧，是不是网不好啊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，我调调网就好。你手机里不是有什么秘密不能让我看见吧？我手机哪有啥秘密啊？我手机。你有备胎？没有。没有，我自己能整好。行吧。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又发了一串乱码，你手机坏了呀？我没发呀，咱俩不也在这聊天呢吗？你不是手机中病毒了吧？不能吧？不是，中病毒可不行啊！一会儿你手机里什么隐私照片啥的全都泄露了，我快帮你看看。你给我看看。嗯，应该没什么事儿，但是你这个备注什么意思？我，嗯，蓝色的意思呀。蓝色。啊！你还大学生呢，连蓝色都不知道啥意思呀？是，就是蓝色。对呀，就很单纯的蓝色呀。啊，那行吧。我要看看你的。不是，我这没啥好看的。有什么？哪？哎，你这。AWM。嗯。你玩吃鸡玩上瘾了。哎，也是吗？随便打的吗？就是，嗯。随便打的，我怎么感觉你在这块跟我水狙呢？不是，其实你要是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在百度上查查呀。那给你，我去查查。